他们的摄影灯要是敢亮，我就直接。喂，别惹事。踢了他们的木塞，撤了他们的直轨，掰了他们的头盔卡，顺便打断他们的腿。哎，是南方传媒大学同学吗？我们是，有事儿吗？哎，你们没被邀请，怎么也来了？<笑><笑>和您有什么关系吗？没关系，就是好奇。哎，这不听说你们新年住的地方都没有吗？那就想着记录一下各位的心路历程。从来没见过这么主动包的，比我还菜呢。他们只有18个人，我们有23个人。没用，又不是没打说过。神经病，我们招惹你了？你们是没招我们，但是你们需要招惹我们了。 这个我们不单单只是我们学校啊，是指这座所有参赛的高校。呀呵，哎，他们是南方传媒大学的吗？我们是，怎么了？怎么还有女生？太让人羡慕了！1、2、3、4，4个，好漂亮，好想哭泣。不过你们为什么来呢？来参赛，来获奖啊。 有什么问题吗？难不成你是来度假的？你还挤兑我们，我们就生气了。哎，四个美女都跟我讲话了，心跳的好快。哎哎哎，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贵校的所作所为吧？就在这个比赛创办之初啊，是由各个学校报名参赛的，但是在报名截止之后呢，贵校非要强塞自己摄影班加入。是啊，最后主办方妥协，你们可以参赛。 但是呢，却不在邀请名单之列。学校替自己的学生争取机会，有错吗？争取机会是没有错，但是在争取的过程中，言辞竟然是没有南方传媒大学参与的比赛，就算举办了也没什么含金量，请那些不入流的啊摄影学院能拍出什么好作品？无非是矬子里拔大个儿。哎，这种话说出来是不是未免有点太目中无人了？应该是田书记说的。 田书记，对一绩一项目名校长。哈哈哈，幽默！我们南方传媒大学就是厉害啊！不能接受事实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矬子买麻大个说的很对啊！不服，站过来比一下！嘿嘿，我们过来就是想给你们个警告，下半个月收敛点。毕竟你们现在是众矢之的，啊？什么叫收敛点？ 不尊不道，取景的时候啊碰到我们就绕道，还有啊，村里一些特点人物我们拍了，你们就不要拍了。如果今天晚上找不到地方住啊，打道回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我们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到时候发生点摩擦可就不好说了。别到时候了，趁你们两个班都在，咱们就先摩擦一遍呗，也省得以后别的学校来烦我们。抄家伙！各位，班长。 一会儿咱们上去，我就先挨打一下，这样我们就属于正当防卫。对，各位注意，我们不要先动手，但后动手就别留余手了啊！把他们放过来行。哼哼，我今年终于参与了。又不是啥好事，这么开心干啥？上学期那次我就很懊悔。你瞎蹦跶什么？做生活待着。不行，让你们还不回来啊？他们不会过来的。 这么多发电车，干嘛呢？怎么这么多人？你终于回来了，他们来挑衅。其他摄影班呢？可嚣张了！这么快？太好了。嗯？你哪个学校的？ 你也过来，还在那儿装帅呢！快点，你俩快点！叫你们啊！
您是他们老师是吧？会不会说话？这是我们班班长。哪个学校的？不好好筹备，出来抢地盘啊？抢地盘啊？我们是……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你是哪儿的。不在。哎，贵校从上到下都很嚣张。咱们直奔主题吧，天也不早了。你们这次出来都带了拍摄的器材吧？灯光啊、轨道啊、反光板啊这些。啊，这些。这不废话吗？ 好，这些是废话。即使你们带的不够，这也有一家器材租赁公司，我一会儿可以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你们。不告诉你们！现在请你们快速的想一下，你们班的拍摄内容里面有没有夜戏？哎，连自己班同学有没有夜戏都不知道，也好意思出来叫嚣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肯定有。有夜戏，要怎么办呢？ 不单啊，小伙子！而你们这种到了地方就惹是生非的学生，肯定压根就没有做足功课。不村这个地方的电路，插一盏猴头灯都是勉强维持，插两盏必跳闸。那作为摄影班的学生，该怎么做呢？租发电车，笨蛋！别看了，方圆百里能租来的发电车全在这儿，这还没有发电机可租，所以我每辆车租了半个月。 这是租赁合同。你想拍出让人目瞪口呆的夜戏吗？想让你们的作品看起来没有你们看起来那么寒酸吗？你想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，通过不断的拍出还 OK 的劣等形状作品吗？你们只能选择租我们的车，因为就像业务已经被我们垄断了。但你们想都不要想，因为我们不租。租还是要租的，不然我这半天白折腾。但是想租我们的车，就要把专治不服这四个字吃掉。 以及，不管你刚才对他们说了什么挑衅的话，都要道歉。最后要告诉你们，车可以租给你们，但是租金，哼，翻倍。烦请你们二位通知所有在这的摄影班同学，想要租发电车，来找我们南方传媒大学摄影班协商。发电车我一天1000元租来，租给你们1天2000，每天只租3辆，剩下2辆我们留着自己用。你们也可以几个班众筹，一起过来租。 哥，我先租一辆，我租5天嘞，不周不对。各位帅哥美女，刚才都有冒犯，对不起。帅哥美女，哎，对不起。吃纸就算了，但我今天不会租。你们俩回去散播散播，让其他班的同学反映反映。当所有人清楚的意识到来找我们麻烦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时，我才开放租赁，也就是明天早上。今天的租赁就跑空了。 见你们俩投缘，租给你们也无伤大雅。日落之前筹好银两来我们营寨报到，到时候跟我们二当家对接，懂了吗，小鬼？二当家，方便加一个微信吗？